川藏公路，号称天路。在这里，许多司机都有一个习惯，不时点着一根烟，抛向窗外。他们是在致敬，致敬那些长眠在路边的筑路英雄。这是川藏线上的怒江大桥，如今旧桥已拆除，却有一个桥墩被保留了下来。这不只是桥墩，更是一座纪念碑，碑中凝固着一位筑路者的血肉之躯。1953年，一支部队正在这里修筑大桥，忽然一名战士掉进了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。战友们想尽办法，却没能把他救出来。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战友被泥浆吞没，只能含着泪把他住进了桥墩。几十年后修建新桥时，设计者特意避让桥墩，为的就是不惊扰烈士的英灵。千百年来，很多人闻入藏而色变，如川入藏，翻山越岭常要走上半年。1950年初，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决心彻底解放西藏。毛泽东号召进藏部队，一面进军，一面修路，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，跨越14条汹涌河流，横穿8条地质断裂带。这条长达2255公里的路，后来被称为世界公路灾害的百科全书。如果想到修这条路仅仅用了4年多，只有铁锤、钢锨等最原始的工具，无人不会惊叹。在这条路上长眠着超过3000名烈士，平均每公里都有1名以上的筑路者牺牲。海拔超过6000米的雀儿山，川藏线上一座天险。当年12000名筑路大军来到山前时，已是寒冬，大火烧几个小时，只能烧化几公分冻土，一搞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儿。亲历者说，气温常在-30度，光那个冷劲儿就够人受的。吃饭的时候，一碗饭才吃到一半，另一半就冻成冰疙瘩了。有的战士清早起不了床，因为头发冻结在地上。这群人中有一个传奇人物，名叫张福林，打仗时是神枪手。他曾用一挺机枪打退敌人18次进攻。在雀儿山，这个26岁的年轻人又创造了奇迹。原来一个炮眼只能炸掉2至3方石头，而他探索出一套爆破法，创下40公斤炸药炸470个石方的记录，这是当时全国爆破功效的140倍。我们没有找到张福林的照片，只知道他是一个执着的人。白天他领着全班奋战在风雪中，夜里大家都入睡了，他还在清理和修理全班的工具。他带领这个12个人的爆破班，那就有专业技术，为了给国家节省炸药，他都想办法的认真的钻研技术。而这位功臣却没能目睹胜利时刻。1951年12月10日，他去检查炮眼时，一块巨石滚下来砸在他的右腿和腰上。卫生员准备给他注射强心针，他用手推开说，反正我不行了，还是替国家节省一支吧。他牺牲18天后，公路终于跨越了雀儿山。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
在挎包里发现一本日记，五包菜籽。他写道：我要把幸福的种子撒在西藏高原，让它生根开花结果。张普林的梦想折断在险峻的进藏路上，而那条梦想之路却不断延伸。1954年12月25日，川藏公路终于全线贯通。1965年，拉萨贡嘎机场开航。2006年，青藏铁路建成。西藏一步步迈进了现代文明之门。请跟我走进中国照片档案馆，继续打开国家相册。